我最近就是觉得，你看我看电视节目也都在网、都在网上看，而且你即便不在网上看呢，这个网络手段种种的已经到了电视了。你像我现在在深圳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觉得特别好，它这个有线电视啊已经到了一种什么呢，你可以回看，频道回看，频道录像，就给你录像，然后呢你拿这个遥控器啊，你一找一个星期之内的对，比如说国家地理频道 Discovery 这个目录是吧，对，一个星期之内的都保留，你又调回去，对，可以反复的看。所以你知道我这个做电视的啊，我就最近想啊，我经历过这个中国的就是大陆的吧，这个广播电视啊，一个变化的时代。我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录音的，就是那种还是那个带子卷盘，这一卷啊，这么录音拿一个大盘带去播出。到后来呢我们说要学香港是吧，就什么那个时候广东电台珠江经济台，经济第一台，就学香港，香港是直播，对，香港直播。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啊，直播是最先进的，就是这个录音时代就过去了，然后所有的东西都讲究直播为高，为时髦啊，是一直到现在。咱们那天都说嘛，你这个锵锵三人行再提高收视率也很容易，只要他天天改成直播他肯定比现在强，对吧。但是呢哎，我现在通过我看这种互动电视啊，我慢慢的就觉得录播最终还是王道。为什么呢？就当然你直播有直播的价值哈，但是你看现在啊，就是说权力越来越在遥控器的手里，在个人手里，他实际上是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，你这句话自主，对，闻到这句话没听清楚倒回去再听一遍，哎，他就非常的这个自主。而你要适应他这个自主啊，你明白吗？我必须变成女的，就像咱家刚才就我必须变成较为阴性的，任他玩弄的，对吧？我就这么玉体被观众玩弄，被观众玩弄，我们变成个玉体横陈啊，或者这个脏体横陈摆在他面前，他们想怎么看我们哪儿就看我们哪儿，正着看，想怎么搞反正看，想怎么行，不能这样说。倒过来说，对，我们被他们玩弄哈，可是我们到底要拿什么被他们玩弄，还是我们决定嘛？我们讲什么不讲什么，他也控制不了。只要我们直播或是录播之后，他才可以随意前后玩弄哈。这个当然很方便，可是说话说回来，这个我经常担心啊，因为可能我家有小孩，我看他这个十来岁的人的看电影的习惯就跟我不一样，非常没耐性。我就是因为有遥控器，对不对？有遥控器看电视、录像，然后网路看，他根本没耐性。任何看一个经典片哈，我们去电影院看，我觉得有时候啊他就觉得很不耐烦。有时候我偷偷看他，看我女儿，看到他一边坐着一边手指好像不自觉的按着遥控器了，这样这样转着遥控器这样转。我跟你女儿可以一块过，你也是这样。不是，我现在因为老弄这个，我现在看电视的时候，我老是一到我闻到那句话过去，我没听清，我就你就回放，觉得回放，对，我想回放。可是我想先讲这个直播的问题啊，其实直播肯定永远还会存在，是因为这个是跟新闻有关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你如果奥运开幕式，我想大部分人都想看直播，对。而奥运开幕式完了之后，没有人想回头看，球赛也是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比如说，你看林书豪连输几场了，你得看直播。你都还是晚上才知道他输了球，你就不想再看回播回放了。所以他肯定是跟某些节目性质相关。我觉得当年做电台啊，那么讲究直播才是王道的理由啊，主要考虑的不是听众或观众的习惯，而是节目制作人。比如说我在做电台的时候，我们都当过台长嘛，对，我们都很强调尽量直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做节目的人都有这个经验，你做直播你的感觉不一样，当然了，非常不同。你做录播的时候你说话会比较草率，你做直播的时候你整个人高度集中，更草率，那是你还有这样高度集中会通常做得更好。对，你录播当然两个可以不冲突哈，你直播有那种状态在那边哈，可是录播呢，在后来录播很普遍以后可以有一个发展，像我们现在买一些很高品质档次比较高的光碟，可以什么，你听到有人来评论你是可以看到的，比方说你现在去买原装的哈利波特，那个光碟，那个导演评论，对，导演还有他找一群
最核心的我哈利波特的粉丝在那边讲，哎，这一幕不应该怎么拍，你看穿崩了，还有这一幕他演的怎么样，他跟原著有什么不一样哈。那我们可以想象哈，假如我们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东西啊，三人行，我的什么东西啊，你的东西，不要指着下边。假如你的东西以后哈弄成这样高档的锵锵三人行的录的光碟，然后每一集都有旁边有窦文涛有梁文道在那边点评的，你看讲这句话的时候各位注意啊，窦文涛等一下有个反应，非常不屑的反应那个多么算是另外一种享受，可以把那个商品再卖再消费再行销，那是另外一个阶段我们看到的阶段哈。但这个并不是很吸引你会看吗？那些电影正版光碟的那种导演评述我通常不太爱看，但是你知道有的那个日本 AV 啊旁边有类似于没批的东西对，这个也不是，这就不一样，这旁边它有这个字幕啊，这么狠呐 啊这么大，没错。比如说我们说如果我们这个也做成这样的话，人家说你看文涛这个视线开始不对了，他在看什么呢？哟，又停了条腿啊对不对？这种嘛，是吧？可是再讲回去啊，我觉得刚刚家辉讲看电影那个习惯很有意思，因为我们这趟在台湾还跟蔡明亮一起做节目，导演蔡明亮，对，后来我们两个自个儿聊天，我们就说到现代人看电影的方法不对了，就是在家看电视有遥控器看，我觉得是真的是不太好的看电影的办法，因为电影院那个状态，你想想看，香港有个很好的作家尤静，他写过那个电影院经验，我觉得写得非常精彩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去电影院是什么？是放弃自己的自由跟自尊，放下自我。对，因为你比如说你这么爱看电影，又这么爱在看电视哭的人，你就了解，你坐在一群陌生人当中，隔壁的人你都不认识，你夹杂在陌生人之中，你的情绪、你的一切时间、注意力都是放弃掉的，被人牵扯你。他要你笑就笑，他要你哭你就哭，而你哭的时候你居然在一堆你不认识的人中间哭，是这是非常奇特的状态。这个就是啊，就是他是男的我是女的嘛，当然我说这个男女啊，这种是这种非常臣服的大男子主义的那种性别观，好像认为征服人的就是男人，被征服的就是女人，这是不对的。但是容许我就用这个臣服的观念来讲，就是你看啊，过去这个大众传媒的这个时代，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，这个传媒包括这个电影它更像男的，他要去这个观众是女的是吧，他要去强暴你，或者他要去催眠你，他要去勾引你诱惑你。但是你看现在啊，民权上涨了，民权上涨了，我就说就又回到咱们这个阴阳，这个现在是民主啊，手拿遥控器啊，现在进入分众传媒啊，就是他要剪断你，你知道吗？他要回放你，他要上左边右边，他要挑拣你。但是呢，当这个观看经验变了之后啊，有些乐趣就没了。比方说，就像你说的，我在电影院被征服的这种享受没有了。我发现再臭的电影，我在电影院也能看完。可是非常好的电影，我在家里看碟呀，往往看不完。